iPhone 5 抢先看 ，NMA 独家报道。iPhone 5即将在10月4号热辣推出，你知道吗 ？iPhone 是一家在大陆设厂的台湾公司生产的哦。我们偷偷的潜入生产线，为的就是为您带来独家报道。iPhone 5会跟 HTC 一样搭载四寸大荧幕，强大的解析度更会让人倒地佩服。它还具备语音声控系统，出包率会跟打字的自动更新功能如出一辙。如果你是苹果粉丝 ，iPhone 5保证让你自嗨到喷出来。它还会让你一秒变酷男。正妹都会自动现身，不过如果你想买 iPhone 5，不可避免的你必须彻夜排队抢头箱，整个人像个蠢蛋。各位观众， Anime TV 的 APP 下个月就会推出，到时候大家记得上 iTunes 搜寻 Next Media Interactive 哦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,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